西亚拉伯夫能扭转他的形象吗？西亚拉伯夫在最近的访谈中自曝，曾与合拍变形金刚的女星梅根福克斯有染，他不想说明梅根当时是否单身。拉伯夫有一长夜的荒谬事件，去年因粉丝跟他要照片，在酒吧大打出手。他同时也是个酒鬼，他在2008年一场车祸后拒绝接受酒测，导致他的驾照被吊销。拉伯夫并且不断地忘恩负义，他在媒体前损自己的电影，却又开心地接受拍电影的收入。西亚还可能扭转他的形象吗？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